北部的稻谷目前正是收成的季节，但是桃园芦竹大园一带却有17公顷的稻田，因为遭到了重金属污染，稻米必须要销毁。我们的农地出了什么问题呢？梨山地区以生产高冷蔬菜水果闻名，但是当地面临了地滑的危机，尤其邻近的松茂与新嘉阳地区，居民想要迁村，要怎么迁却是个大难题。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七月份的天气真的好热，连房子也跟着发烧发烫了？有一群人，他们巧手改造高耗能的屋壳，不但大大的减少了用电量，也让房子更健康。炎炎夏日，气温不断飙高，城市成了一座大烤箱，玻璃帷幕大楼、水泥住宅、透天厝全部跟着发烧发烫。在城市里有一群人，他们巧手改造高耗能的屋壳，远离不健康的环境，替房子退烧。今年七月，台北连续六天高温超过37度，创下百年来台北同期最高温的纪录，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七月。近30年来，台北超过37度的天数持续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柏油与建筑物不断蓄热，让城市在晚上也凉快不起来。在台湾钢筋混凝土房子，如果是瓦片的，太阳照夏天的时候大概在52度左右啊，那呢，钢筋混凝土房子楼板啊，就是屋内的话，温度会达到38度C，啊，会很热，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钢筋混凝土房子非常热，然后呢就一直开冷气，可是呢开冷气又不会觉得冷，为什么？因为它会蓄热。台湾90%以上的建筑是钢筋混凝土构造。但是钢筋混凝土吸热能力强，隔热效果差，到夏天只能靠冷气移除热能。根据台电的研究，空调用电在居家用电中占的比例，公寓是32%，透天厝更高达48%。大部分的冷气会显得很耗电，其实是结构物的关系，结构物的热会放到室内空间。根据工研院研究，居家空调用电96%都是用来移除建筑外壳进入室内的能量，其中窗户占了57%，外墙占17%，屋顶占22%。为了减少建筑耗能，包括欧盟、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都对建筑订严格的节能标准，但是台湾在这部分却显得停滞不前。在德国研究能源科技的韦仁正、胡湘林夫妇与著名绿建筑设计师张清华合作，这栋坐落于青年公园的太阳图书馆，这是他们请德国的能源技师透过精准的能源分析，具体落实节能的第一步。从建筑物的平面的设计开始，就是分析它跟周围环境所接触的所有的这一些外壳，外壳的面积降到最低，开窗好的面积也是经过所有的能源的分析得出来它的这个大小跟合适度。这样太阳图书馆外形平实，就连结构也是一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它节能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外壳隔热系统，不但外墙加装了隔热板与涂料，屋顶更有厚达30公分的隔热防护罩，首先是26公分的木质纤维板，再来是防水层、空气层以及最外层的钢板。为了让青年公园充满绿意的景致穿透到室内，图书馆南面采取100%的开窗。理论上，这样大面积的开窗会让图书馆极度炎热，于是建筑师采用双层的隔热玻璃，可以保障60%以上的透光率，但热能的穿透率只有一般玻璃的1/3。我觉得外壳节能最重要就是窗户，除了墙壁的隔热之外，那最重要是窗户。也就是说，窗户如果可以让热不会很快很容易的传导到室内的话，
那窗户就扮演一个隔热的一个功能。那除了节能玻璃的优质在 1.1 左右，窗框的材料其实也是重点嘛。那基本上它是木头的，木头的在导热系数上比铝明显的差很多，也不太容易因为框的关系损失太多的能量。在最炎热的七月，太阳图书馆每隔一个半小时开空调半小时。当户外温度高达37度，太阳图书馆室内始终维持在27度左右，搭配全热交换器引进室外的空气，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温度很好，很适中，不会很冷，也不会很热，很好。这里一楼是自动化的无人图书馆，二楼则是建筑节能教育的展示中心。透过实验，民众可以轻易了解每一种材质的隔热能力。上面的温度是我们模拟在室外的温度，下面这一排是模拟室内，我们就看哪个使用哪种材料，室内的温度升得比较快。原来每一种材质的隔热能力都不同。以17公分标准的隔热材为例，要达到相同的隔热效果，轻质混凝土砖需要51公分厚，而一般的水泥墙则要892公分才会有一样的效果。但我们在选用建材时，却常常忽略了隔热的重要。玻璃帷幕大楼是现代城市的表征，在亚热带却是能源的杀手。在台北市有一栋新建中的玻璃帷幕大楼，利用空间配置与隔热建材，扭转玻璃大楼耗能的命运。设计者以动画模拟夏至阳光照射建筑物的轨迹，计算出西南角是阳光直射最强的区域，将人员不需要长时间活动的区域配置在这里。面西的区域是配置这些楼梯间，甚至电梯间或是厕所这些比较服务合的空间，那剩下的一个空间就可以配置我们比较舒适的办公的空间，一来可以让西晒的这个问题可以在建筑配置上就已经减到最低了。另外，顶楼有屋顶花园隔热，全栋大楼都采用低辐射双层玻璃，造价是一般玻璃的2.5倍。整栋大楼使用下来，建筑成本高了1000多万。虽然业主有节能的用心，但是一般承租者对这似乎并不重视。其实台湾市场目前还不是这么注重这一块，所以虽然我们用比较好的建筑配置，那比较昂贵的一个外墙去降低外壳节能的部分，那在租赁市场上其实还是不会反映到实际的价格。大家对使用中的耗能的部分，它所消耗成本，它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感知认知。绿建筑只是豪宅或公家单位的专利吗？也有建筑师致力新建深斗小民可以买得起的绿建筑。这一栋栋透天厝外表看起来跟一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没什么不同，但它的重量只有一般钢筋混凝土的1/5。从一栋房子750吨降到剩下150吨，可是你从外观看起来，它不会像是一般的铁皮屋，它看起来像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外观，可是它重量呢少了呢1/4，它隔热的是混凝土的7倍。宜兰建筑师刘志鹏在921地震之后，眼见许多钢筋混凝土的房屋倒塌，决定摒弃传统的水泥构造，致力发展耐震耐强风的轻量化绿建筑。房子由笼子状的钢架结构来支撑，外壳则是由轻质壁板组成，不论是外墙或屋顶都有防水层与隔热层，一并解决了钢筋混凝土蓄热潮湿的缺点。我们一般的混凝土的房子，它的这个热传导值很高，大概3.78左右。那像现在这个绿建筑的话，
它的屋顶呢哈就降到0.5以下的，墙壁呢降到0.8以下的，夏天屋瓦会到57-8度，哦 ，RCE 呢变成在38度左右，是很热的。那现在呢，我们的话就像目前测起来大概差不多32度左右，啊，那墙面的话哈也大概差不多32度左右。除了外壳要隔热，刘志鹏也研发地温空调系统。他发现宜兰地下2公尺深的地温大约是22度，终年恒温。他将一楼楼板架高，再铺上30公分厚的碎石，让房屋底部形成一个空气室，温度终年维持在16度到28度之间。为什么？因为碎石本身呢，它可以导温，之后我们就打基桩，装这个避震器，避震器呢把房子垫高以后呢，这里面就等于会有一个空气层。那这个空气层呢，我们可以运用它来地底的温度啊，来调节室内温度。夏天，屋檐下的空气经由进风口进入气室降温，经过活性炭过滤之后，抽进室内，与室内空气交换后，热气再从高处排出。冬天也是相同的机制。如此一来，冬季与夏季虽然门窗紧闭，仍然可以保持室内的通风换气，降低空调的需求。新房子要节能隔热，那么既有的房子又该如何改造才能退烧解热呢？台湾97%的房子都是旧建筑。致力推动平民绿建筑的邱继哲，曾经帮助许多住家、学校的旧建筑改头换面，被称为科技风水师。他最著名的改造案例就是自己的家。顶楼一个缺点就是说太阳会直射，那直射太阳到中午可能每平方公尺会高达1000瓦。那我们社区大楼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橡胶隔热砖，用这个橡胶隔热砖。那橡胶隔热砖里面有一块这个是 PS 板，那 PS 板最主要的隔热的材料。比如像今天太阳不是很大，有云层的状况下，我们的这个表面温度这还是会高达，比如说现在大概50多度，52度。那里面的温度，可以测一下，里面温度也只有35度。除了橡胶隔热砖之外，像是绿色盆栽、木栈板等等，都可以阻挡太阳的热量往下传到屋顶。OK。这个是木栈板底下的温度是34度。除了顶楼吸热之外，邱记者的家还面临严重的吸晒困扰，但他没有选择价格高昂的隔热玻璃，而是安装了2层窗户，中间加装一片百叶帘。夏天的时候将外层窗打开，热空气随着百叶帘往上排出；冬天将内层窗打开，空气加热后留在室内，达到夏天散热、冬天保温的效果。因为我们家有做屋顶隔热、墙壁隔热啊，另外就是还做了双层窗，就是把所有的太阳给的辐射热全部挡在外面，所以我们吹冷气变得非常有效率。那我们家6年的空调的用电量是一般人家1年的用电度数。当大部分人追求舒适节能的新房子，却有人逆向操作，硬是要买闷热的老屋来改造。住在八卦山脚下的谢梦玲就是这样一个奇人。买房子的时候，我好几个选择。为什么会选这里？是因为这栋房子够糟。那所谓的糟是一般人眼光中的糟，但是在我的眼光里面，它的糟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有这座山当作蓄能体。谢梦玲买的这栋透天厝只有1楼、4楼2个出口，1到3楼紧靠山壁，只有单面采光，潮湿又不通风。4楼是铁皮构造，冬冷夏热。谢梦玲花了1年半的时间构思改造，首先加装双层屋顶，打造通风塔，改善铁皮屋冷热失调的问题，
这是我的旧的屋顶，旧的屋顶这样上来，这是它的屋脊，屋脊的位置。那如果我没有改变它的话，这一层就会直接晒到阳光。那可是我现在加了这一段空间，让我的房子可以隔至少20度的温度下来。我现在的温度计量到上面是51.2度，里面这里是32。哦，这是一个太阳热能的福利通风塔。那当我的门窗全部都关起来的时候，我整栋房子就变成一个小的负压的空间。那我只要在楼下找一个适当的位置打开洞，它那个地方就空气就被吸进来，所以我就可以规划我里面空气的流动路径。谢梦玲最厉害的是规划房子的通风路径。三楼的玻璃小屋是整栋房子的进气口，新鲜空气进入二楼与一楼之后，再经过二楼及三楼的热棒除湿，一方面释出干燥凉爽的空气，一方面还可以制造热水，所以它就会冬暖夏凉，住起来很舒服，而且它的耗能很低。谢梦玲这个四楼透天厝一整年的用电量只有5100度，平均每平方公尺用10度，是一般住家的1/4，也让谢梦玲在去年破天荒的以素人的资格得到国家建筑金奖。虽然得到肯定，他却觉得台湾绿建筑的方向应该调整。我们现在的政府太推动漂亮炫的绿建筑，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好，但是让很多人觉得说，哇，花那么多钱我不要。那我希望创造出一个平民绿建筑，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去接受的绿建筑。政府多年来花大钱造就许多漂亮的公有绿建筑，也订绿建筑9大指标作为奖励，但是绝大部分的建筑依旧耗能不环保。建筑师刘志鹏认为，建筑法令需要再更新检讨。台湾的 RC 是主要结构，钢筋混凝土主要结构，可是台湾的政府或者研究单位啊，并不深入去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么几十年来都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来作为基本法令，包括技术规则啊、防火啊等等的。可是呢，很明显的，这个是已经很落伍的。我们在技术规则有40年没有去修订相关的法规，所以这个怎么去推动绿建筑呢？我就很纳闷啊。邱记者认为，政府现有的建筑法规层层嫁叠，却没有重点，应该针对建筑外壳定出隔热标准，并且严格检核才有效果。台湾没有这个检核机制，你房子盖了有多隔热、有多保温、能够遮多少阳，其实到后面都没有一个性能的检测数据出来，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政府花钱补助民众购买各种省电节能商品，但是对于耗能的元凶房子，却没有明确的节能标准与检核机制。或许当越来越多的呼声开始要求给我们不会发烧的房子，给我们更健康的居住环境，我们的房子与城市才会有渐渐退烧的一天。